第二條橋就過橋啦。所以睇嗰邊好多條橋。Newcastle 城堡其實就是酒店旁邊就是了，下去拍埋先，應該就是這裡走進去了，就是這座城堡Newcastle 城堡已經相當殘舊了。Newcastle 城堡當然不進去了，旁邊這條橋叫做 Wick Bridge， 看看怎麼 Wick 法先，都不是很 Wick 啊，都很 Strong 啊。其實這條橋的正名是 High Level Bridge， 可能這些舊橋承載力有限，所以同樣排在 Wick。 走過河，這裡拍到另外兩條橋了。哇，這個景色好靚。好，拍完回頭了。這上來的橋得意過這個 castle 很多了。後面就是Newcastle 那個 Cathedral， 一轉過來就是 Slippers 了，所以 Slippers 的位置其實都挺好，都算滿意這間 hotel。